叫 Michelle， 如果你是新来看我视频的朋友们，还在冬季的时候买了一些东西，今天终于有到了。我买了一些地毯呀什么的，很大的一个箱子。国际运地毯真的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要先吸一下这个。等等，出来了，一个是这种黑白格的，这可以放在某个房间，我猜。粗线条的，这个我是准备放在餐桌底下的。那餐桌我现在还没买吗？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图案。我们要看一下，来了，素的颜色，床上四件套，这个就是白色，纯白色的。就我最近很喜欢这种纯色，然后比较淡一点的，单独的买了一个 extra 白色的，这也是一个床单，冰蓝色的。这个夏天盖这个啊，这个杯子我好喜欢，这个杯子这种水墨纹的，能对杯盘有收藏癖好。我记得还有碟子也是这个纹路的，非常有诗意。收到了这个夹子，其实我之前就想要买，但当时没有马上下单。我买了两个，一个是这个形状比较有弧度的流线的，一个是那种正方的，两个都可以带不同的感觉的。眼影，我都忘了我买了什么，应该是眼影。现在后面有这种颜色的吧，这是深灰色，一个是深灰紫。阿姨那边买的茶，我还挺喜欢喝茶，对身体挺好的。然后有一个阿姨，她做茶庄的，所以她有那种很好的茶叶。我很爱喝小青柑，可以治疗慢性咽炎啊什么的。玫瑰花，这个盘看起来很平淡无奇，但我觉得在里面放食物的话，应该更好看一点。又是一包茶叶。其实我在 ins 里面有看到有一家丹麦的老奶奶，她自己制作这种杯子，非常手工，然后又非常的有特色，觉得她很独特，关注她的人变得越来越多，所有人都在抢，然后她每天都是限量。在淘宝上看到一个类似的这种，它这个应该是机器打出来的吧，我猜。盘子，它这个杯子很像是一套，但它底色不一样，这个是那种乳白 beige 的底色，这个是那种白色，纯白色的底色。这个是我之前有一套餐具是在他们家买的，非常高质量，然后装任何的食物甚至是视频什么都非常好看，出片率非常高。不喜欢这种类型的餐盘的话，可以去他们家看看，价格也非常好。刚回来家里，我买了一瓶这个尤加利叶，所以就买了。我正好有这种高的白色的瓶子，还挺搭这个尤加利叶，还挺好看的。那我们就继续开箱吧。我之前有推荐过他们家的眉笔，很好用，我用买了几支。我还买了一个这个口红，3CE 的口红，这种吃土色的味道就是化工料的味道。这个应该是挺百搭的一个颜色，哈哈，小礼物，好可爱，还有礼物收，小杯子我喜欢，可以刚好喝 espresso， 这像不像那种化缘的那种锅？我真的买了很多他们家的碗盘，超大的盘，灰色的。有很多这种麻麻点点的，感觉这上面可以装水果那种的。那上面还有这种 feet， 还有这个，这感觉跟这杯子是一套。我买了这种玻璃管，夏天了嘛，很
很想喝那种冰咖啡，或者是冷萃这种的，就很适合用这种管。还买了这种银色的管，非常可爱的一个小花瓶。我当时就是看到它这种很可爱的这种点点波点，很可爱啊，放在那里对不对？一个 collection， 看同样的颜色。因为什么我买这一对耳环，觉得这个很像降临里面的那个飞船。这是我用咖啡的无底的，好像是那种比较偏意式的 espresso， 用这种无底的会比较好。我买了一个 DeLonghi 的咖啡机，但是那个头都不太好，所以我想把它给换掉。很有趣的故事，就是我在淘宝上面看到有一家卖这雕塑的，然后我想说可以买回来放着，摆着也不错啊，我已经下单了。然后我不记得了，后来我去另外一家看，看到一个同样的，所以等会大家应该还会看到一个。果然还是它，是不同店铺的，完全一样，连包装方式都一样。我当时看到这个，我很喜欢这个形状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做的非常有艺术感，又看它是那种磨砂感觉的，但其实我以为它是陶瓷，但是它好像不是陶瓷做的，我再去查一查。塑胶，有很多这种淘宝小店都有这种贴纸，我一般像贴照片啊、贴冰箱上面东西啊、各个地方的，我都用这种贴纸，就很漂亮。然后我选的是这种莫兰迪色系，比较暗一点，颜色很和谐的那种感觉，很舒服，是不是很 ins？因为我想要装饰一下一个卧房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些这种贴墙上的装饰品。没时间去法郎，所以超级厚的，要这种长一点的才能把它夹住。好痛哦，纯贴的。这跟刚刚那个是一家的，买了两个这种蓝色的，我很喜欢这个颜色，感觉很特别。这里是茶，这里应该也是茶。小青柑，我的小青柑，哎，这个颜色超特别的，那种混合的色调的，又有棕色，又有灰色，还有蓝色，很小一个 ，cute。而且我之前也有介绍过，我超喜欢这种麻麻点点这种手工的，然后不是很完美的微打磨的这种感觉的，这种我想把它贴在墙上，装饰那个背景。买了两百，这是我的按摩仪。国内这种科技 AI 真的非常发达，价格又好，希望好用。最近真的会看很多手机啊、电脑啊什么的。这个是啊，腿部按摩，像测那种高血压什么的。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反正就是想买来试一下。啊，假花，其实我不喜欢假花，并不会给一个空间很多的活力。我一直想要买雪柳，但在这边其实很难买到。然后我之前有问到一家，现在这个季节又没有得买，但真的很假，看实物。我只好说先放着吧，看看之后有没有地方。养植物真的好难哦，我从去年开始养植物，就是有失败的经验，很多失败的经验其实，但我也没有说气馁，所以我今年又继续养，然后也想要去移植，这植物长大了这样的，需要更大的一个空间。如果想要了解或者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给我点赞或者留言，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。